OK， 第几二十哈？他说这个有个图啊，就是一条链条哈，挂在那个两边的墙壁上。好，然后呢，这个链条的切线方向哈，跟水平方向是夹西达，切线方向跟水平方向夹西达。好，那他现在问了哈，问说左勾作用于链的力的大小，好，左勾了，好，左勾这个我们叫做 T1 哈。好，T1，好，左勾作用链的大小，这等于链作用于左勾的大小。好，那我现在把对象哈定在这个呢，整个链条上面啊，因为它是左右对称的哈，因为均匀的左右对称。可这图不是画得很好，它左右对称。好，啊，你把对象定在链上的话哈，这个链受了几个力呢？受了两个 T 啊，这两个 T1 啊，T1 啊，T1。哦，受了两个 T1，好，T1 啊，T1 啊，T1 啊，它还有什么呢？它那个重力啊，好，把这重力全部加起来是总重力，就是。好，然后现在呢，它已知哈，这个角度西塔，西塔代表的这个角度是西塔，这是西塔。好，那这个呢？这个就是等于哈，180减西塔，就派减二西塔，哦，派减这两个角度嘛。啊，这角度呢，就是都是派加西塔，哦，啊，做辅助线，哦，这西塔，这也是西塔，西塔加90度了，哦，这是2π加上西塔，啊，这也一样，啊，因为它左右对称嘛，加西塔。好，他问哈，左勾作用链的大小，这问 T1 啊，T1 哈，它除以 sin 多少啊？拉米定理，欧之派加西塔，啊，这是等于 W 哈，啊，除以这个角度，sin 哈，180减二西塔。好，那碰到呢，这个欧之派的奇数倍的话，sin 就变 cos。sin 就变 cosine，好，这在第二象限，第二象限 sin 是正的，所以是 cosine 型的。好，啊，这个在第二象限，哈，因为这，因为假设二西塔在第一象限，哦，那就180减掉一个二西塔，哦，第二象限，第二象限呢 sin 是正的，哦，所以函数不变嘛，因为这整数派，所以是 sin 二西塔。好，sin 二西塔等于多少啊？sin 二西塔的话，我们现在用那个，复角公式了，西塔加西塔，把它展开来，我 sin 阿尔法，cosine 贝塔，加 cosine 阿尔法，sin 贝塔，我之前讲的那个复角公式，那这个刚好是等于2倍的 sin 西塔，cosine 西塔，好，啊，这个等于多少？这是等于2倍的 sin 西塔，cosine 西塔。好，cosine 西塔可以约掉，所以我就得到哈，T1 哈等于多少呢？等于是那个二分之 W 哈，啊，sin 的导数是 cosec，好，sin 的导数呢是 cosec，所以 T1 是等于二分之 W cosec 西塔。好，再我们看第二小题，链条最低点的哈，链条最低点哈。那么绳子张力啊，好，这张力 T 是等于多少？好，那这时候怎么做啊？这时候我就把对象哈钉到半条上面，那半条上面的话，这个应该是二分之两米嘛。好，那我把力图再画一遍啊，这是 T1 的啊，好，啊这是 T 的啊，啊这是二分之两米。好，那他现在要问呢？这是二分之 W，二分之 W，然后这是西塔的话，这个是派减西塔，啊，这个呢，这个多少？这是那个二分之派加西塔，二分之派加西塔。好，那这样我就可以得到哈，得到是 T
啊除以 sin 哈，二分之派加西塔，啊会等于多少呢？二分之 w 哈，啊除以 sin 呢，派减西塔。哦，这是二分之奇数派的，二分之派的奇数倍 ，sin 变 cos 西塔，因为它第二象限 sin 是正的，这在第二象限，整数派加减西塔是 sin 西塔。第二象限是正的，好，那这样我就可以知道说啊 ，t， 哦，就是底下这一点的张力 t 哈，就要等于二分之 w， 然后呢 ，cotangent 西塔 ，cotangent 西塔，